2023年度施政报告齐心合力稳中求进。施政报告重点七，坚持不懈防控疫情，切实筑牢防疫体系。特区政府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，始终与国家的防控总体策略和方针保持高度一致，坚持科学防控、精准防控的原则，科学研判疫情发展态势，采取一系列抗疫措施，坚持不懈紧守疫情防线，不断强化防疫体系，健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，提升疫情防控能力，完善传染病防控设施，优化应对大规模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预案，更新防疫指引及建议，坚持常态化科学精准防控，推动疫苗接种，保障全澳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。